其实是要进去实际参加说明会，是他想要了解怎么回事，就他决定站在这里拿牌子。哦，为什么不进去参加说明会？想要来了解怎么回事的，对。为什么不进去参加说明会呢？啊？为什么不进去参加说明会？保护区三个字已经很明确，它就是保护区了。知道了。对啊，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啊。保护区就是不能盖房子啊，否则为什么要定义成保护区呢？没有讨论的空间，不必讨论了，不必说明了。要盖房子就去建地就对了，没什么好讨论的。了解。这样走进去了，没有驻足。怎么办呢？区长没有驻足哎，哎呦，车子要进来了。主题馆去展，今天是有什么活动是？今天我们在彩排，在彩排，我祝福在彩排，来，你要进来吗？我先请，是有说明会吗？是，请来，里面请。几点开始？两点，所以已经开始了吗？你是哪个？我是公民记者。啊，好，里面请好不好？好，你说公民记者哈，是，好，我先请，里面请来。好，谢谢，来吧，喝杯水。不用，我有带。你对外面的这些居民在那里静坐抗议，你的看法是什么？有一点想哭哎。我刚看到有一个人在哭了，我还没有去请教他为什么要哭。我觉得很舍不得慈济。是。为什么你会说很舍不得慈济？因为我进了慈济以后，才知道慈济在做什么。这样。然后你要不要帮我签个到，好吗？不了，我是记者，我是在做。这样子是吧？我现在工作。不好意思。OK， 那是我的一个资料。我出来的时候再拿好了，因为我现在没有手。因为我进来我才知道说，大家都是这样子无所求的付出。然后以前我是一个很
变得我先生都夸张了。是，然后我就觉得说有人上来吃鸡，我就很想哭。哦，那这些人他们认为吃鸡伤害了这块土地，那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？本来这边是什么样的样貌，我相信你也都有看到过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换掉。